不敢相信。信手拈来重现国片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中附身片段的洗脑金句。该片上映九天，票房破亿，当然觉得很爽，好像昨天破亿吧。如果你参与影片能卖得好，能改掉作为名著，哎，好长啊！我问导演说，哎，导演你到底会不会改片名？应该会，结果没有改。小说第一次演这么快的大反派，当初也很犹豫。剧中明明是黑道老大，但被林柏宏鬼魂附身的戏成片中一大高潮。总要一个什么当代表，我已经被上身了嘛。所以我就问工作人员说，他有没有什么口头禅？他说有，就不敢相信。所以我就讲了那一句，啊，想不到。大坏蛋变挺好笑了，大白痴。截至19号，票房冲破1.27亿，观众看完陷入许光汉、林柏宏魅力，双帅也亲自道谢。非常感谢，谢谢。刚刚那么吵，我想说，对，谢谢全台的家人，真的谢谢全台家人这么支持我们。这部电影，你看，进戏院去 QA 看到一堆人，有些人二刷、三刷，甚至还有五刷的。不敢相信，我们破亿了，耶！非常多的观众在电影院里面哈哈笑死，然后我觉得更多的是，其实大家看完电影会有很多的感动，呜呜哭爆。上辈子你养我，这辈子我养你啊！现身映后场，徐光汉还原剧中直男戏告白，也带领全场唱《亲爱的对象》。这首由蔡依林献唱的主题曲成近期疗愈神曲，他也将重新配唱情绪浓度更升级的《九令》惊喜现身版，预计2/28连假前夕完成版本更换，想让观众感动直攀升。TVBS 的新闻上面正红婷新北报道。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